甲组男子单打嘅亚军，咁就系应该系佢暂时目前嚟讲系最好嘅一个成绩啦。咦，呢件衫零舍唔同噶咯，要唔要问佢先？<笑> 好啦，咁啊，可以講咧就林丹嚇，原本咧就係代表八一嘅，我哋應該講係叫復原之後定係叫退伍之後咧，唔係好清楚個講法啦，就參加俾呢個嘅北京隊咧就邀請到佢加盟呢個北京隊啦。 咁今年嘅呢個嘅團體賽咧，全國嘅團體錦標賽咧就係代表北京去出戰嘅。咁啊，林丹咧亦都大家見證咗好耐啦，一個羽壇嘅一個奇蹟嘅人物，亦都係標誌性嘅一個人物。喺今年嘅呢個嘅奧運會嘅過程當中，雖然咧就冇企上呢個嘅領獎台。 但系咧，依然咧喺呢个嘅半决赛当中，临尾大战吓，亦都系关注到最高嘅一场嘅赛事。我虽然输咗俾李宗伟，咁啊，跟住落嚟嘅三四名嘅赛事当中，又输咗攞到第四最后。对于林丹而家嘅呢一种嘅打法而言咧，就可能会会唔会怕一啲？ 較為之後生嘅衝擊型少少嘅選手，其實我覺得都會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咧，而家啲年輕選手打佢咧，我覺得係一個心態上即係就覺得過唔去咯。即係其實而家嘅林丹咧，佢仲係強，但係畢竟喺場上嘅掌握嘅節奏啊，一啲調整啊，各方面佢會比較好咯。咁但係即係。 我係覺得而家睇啲年輕選手打林丹咧，其實好多時係即係佢哋自己係唔敢相信自己可以贏到佢戰勝佢。即係可能好多人上去嘅諗法都係，我攞多兩分就算好好㗎啦。咁即係所以可能即係你未打就輸咗咯。即係其實都係拼啦嚇。特別就好似呢一位林睿咁樣。 既然你係喺呢個嘅青年隊或者打青年賽出到嚟，對住一位咁有經驗嘅，無論點樣都好，搏盡全力衝一衝佢。唔係，唔係所有人都有機會同林丹打咁。嗯。好啦，賽事正式開始。 吳睿始終就係按照阿春傑啱先所提到嘅，就係你嗰種嘅衝勁要打出嚟，失誤係允許嘅。一直俾阿林丹越打越上，越打越上，壓住佢打。 因為唔知道佢呢個小朋友啦，佢嘅即係本身嘅實力係去到邊度咯。咁但係如果佢按照佢而家嘅呢一個節奏嚟打嘅話，佢都幾難。
即係幾難去贏林丹，或者唔好話幾難贏林丹，幾難喺林丹手上可以攞好多分咯。誒，呢啲後生選手最驚咧，就係呢種打法咧，完全落入到林丹嘅呢一種所謂嘅拉吊嘅呢種打法當中。即係你跟住嘅節奏，你控球又控唔過佢。而且你嘅林丹佢手上面嘅停顿系即系比较有威胁嘅，咁所以如果你嘅节奏跟住去打嘅话，咁你就只能够一直系俾佢打咯。即系倒不如就真系发挥你嘅长处体能、速度去冲。但系亦都有一个问题，就系因为我唔知佢呢个选手佢本身嘅打法系。因為佢有啲選手嘅打法係真係打速度力量，但可能有啲佢係打拉吊突擊咁。咁如果本身打拉吊突擊嘅話，咁佢確實你叫佢一上去打全速去進攻，亦都係唔可能嘅。壓曬啊！呢啲動作真係。其實反而可能即係調翻轉頭，我哋冇睇得太齊嗰個周澤淇同埋喬坤嘅嗰場嘅賽事。因為佢兩個對林丹可能嘅衝擊力同埋個力量方面嘅打法，可能會係有啲嘅威脅啊！嗱，要睇落去啦，要睇落去睇下你打法啦。我覺得佢可能保守咗啲咯，即可能佢會覺得林丹嘅出手佢會有威脅，所以佢會等，即佢會先睇下打邊度，即我去追，即會係一個以係被動嘅方式咯，即覺得我去追求咯，反正追到幾多得幾多咯，而唔係話我主動去啊。即係去搶啊，去逼啊咁樣，所以會比較被動的感覺。翻嘅回球落網，因為往往好多時候高手嘅交手過程當中嘅預判嘅能力係好重要的。就咁講預判兩個字咧，其實包含咗好多嘢。林丹式嘅呢個嘅飛躍救球啊！的確對於呢啲嘅後生仔嚟講咧，就即係林丹咁樣一個重量級嘅人馬，企喺對面都已經嗰度氣都已經震住你先啦，已經。5-2，暫時林丹領先緊。出界應該。啱唔啱能望過？攞得好足，好盡，好邊啊！嗰位呢球波，裁判似乎係判罰係界內，林丹就認為界外。睇睇啦。距離仲係有少少遠嚇，我哋嘅鏡頭，所以我哋呢個角度去睇都好難判定佢到底係出界定界內。佢得分4-5。哇！突然間加速啊！有時候這些呢啲咧，我覺得即係對你啱先嗰個判罰嘅最有力嘅回擊。呢啲大斜線嘅球手都得喎。
線㗎，呢球波落地嘅時候。出界咁就停咯喎，都攻得下林俊呢邊就聽到防守能力都唔差。跟住同林丹呢啲高手打啦，你睇佢就稍微啲球，即係稍微有一兩個啲質量稍微差啲啦，林丹就會好容易即係捉到機會反擊。嗯，而且更大機會係將佢直接轉化成得分添。呢個假動作幾乎呃咗佢啦，出界。林丹首先係打到十一分，11-8，我進入到局間嘅休息時間。其實對於而家嘅林丹，哇，多跑個來回。輕火一個追到，再一個，哇！精彩嘅呢一個回合，唔單止喺林丹對對方嘅呢個調動，包括林元瑞喺成個跑動過程當中呢個飛身嘅撲救，都係相當精彩。呢樣嘢就真係的確再一次體現到林丹喺嘅球場上邊，佢唔單止係個技術技巧啲細節，佢甚至乎係我哋成日醒提到嗰種嘅球商咧，嗰種嘅思維係好清晰同埋好成熟嘅。佢甚至乎有啲波唔一定好似你後生仔咁出行全力咁去殺，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而家。即係有啲年輕嘅運動員，我哋係唔建議佢去睇林丹嘅比賽錄像，
就是連埋手勢。唔係，因為係你未到嗰、那個，即係你未到嗰個階段，係啦，即係你未到嗰個境界，你要學嘅話，你就即係點講咧？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到咗一個我要為咗即係可能幾重嘅體力啊，然後將我係去控制為主。但如果你年輕運動員，你去學佢呢樣嘢嘅話，你又學，即係你又做唔到好似佢咁樣樣，但係你又失去咗你自己本身應有嘅一啲打法。咁我哋覺得其實係唔係太適當咯。其實睇，我覺得如果要睇嘅話，就睇埋佢以前嗰陣時候嗰啲啦。即係如果年輕運動員，其實係應該睇佢後生嘅技術力量咯。因為佢有而家咁嘅表現，的確係由後生嗰陣時候嘅嗰種成個經歷一直不斷咁樣發展而嚟。其實包括一些年輕的，即係我哋去看一些小朋友，即係學打球嗰啲。而家啲小朋友，即係好似你啱啱講嘅林丹式飛身咯。咁但係其實佢對於一個啱啱學打球嘅小朋友嚟講，其實步伐係唔啱嘅。咁但係因為太多小朋友去學啦，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啲即係業餘教練教球嘅一個比較頭痛嘅地方咯。會唔會有小朋友特登講話我要學林丹嘅飛身教球咁？唔係，因為而家係好多都係。直頭就飛咗出去咁，咁但係其實咁係唔啱噶嘛。如果我哋教基本技術係唔應該做嗰個步伐噶嘛，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啲教練就會比較頭痛，唔知點樣去同啲小朋友講呢一樣嘢。因為你唔可以話俾佢聽林丹係唔啱嘅，但係你又唔俾佢去學，唔啱噶。林丹都係咁做噶喎，你話佢唔啱，佢世界冠軍嚟噶喎。四個角的控制，隔出兩拍出界，彈翻去後場，咦？有一些視覺上面的誤差，從我們的鏡頭看下去，球球的落地的位置是有少少的區別的。13-12，暫時林丹還是領先一分。好，这个绝对是机会啊。14-12。睇准機會就加速啊！林丹而家反正打比賽嘅節奏永遠都係鬆幾拍緊幾拍，鬆幾拍緊幾拍，可能亦都係對佢自己嘅體力嘅一個分配吧。誒，救到，但係過唔到第三拍。即使他咁樣加完之後咧，有咁樣嘅意想唔到嘅回球咧，其實基本上林丹都可以 cover 到。
16對12，好，這安全的一個分差。波咁望落去有少少出界嘅可能啊！咁啊，當然你話林丹打呢啲波，你砸界都唔出奇，因為佢往往落點係落得好盡。包括還記得當其時奧運嘅三四決賽嗰陣時候，三四零決賽嗰陣時候，好幾次嘅鷹眼嘅回放都係砸住啱好半嘅波位。完全是運氣球啊！問題呢球波，個波啊上咗個網上面停頓咗一下，再碌翻過去。咁呢啲真係神仙都難救啊！呢啲啊，自己判斷的失誤。18-13。在這場比賽開始之前呢，就有些同行呢就亮了一個數據出來，就講的就是林丹參加這個湯杯，他的獲勝的機率是 96.97%， 很高的一個勝率。大斜先。14来到林丹的局点，我估计这一场总决赛的即是卖飞的重点应该是这一场，我觉得应该每一场有不经意反而林彦这边揸住了一次林丹的回球的稍稍质量不高，一个扑网15-20。
噶嘛，林丹咧順利地咧就以21-16咧就係獲得第一局嘅勝利。出手咧，你係唔容易判斷佢啲球，即係佢啲出手係比較，佢係最尾一刻佢就去出球，所以啲小朋友都跑得幾辛苦。所以就之前你提到嘅就係話，即係譬如你佢係成個體力下降咗之後，佢係不停咁去提高自己嘅一個出手啊，判斷，即係呢方面佢會係不停咁去進步咯。咁所以其實點解佢嘅成個水平可以喺呢、這個？即係頂尖保持得咁耐咧，其實係因為佢不停咁去，即係佢亦都係不停咁去努力咯。我覺得體能下降係隨住即係年紀嘅上升，呢個係勢必會出現嘅一個情況。係去彌補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其實點解佢係一個咁優秀嘅運動員？的確又係喎，你講起即係林丹嘅出名攞成績，一直到而家嘅市場，其實會唔會係屬於？羽毛球界入邊，即係當然有啲嘅個壽命更長啦，但係佢嘅成績能夠 keep 住一個咁樣咁高嘅水平，應該佢係數一數二嘅，應該冇第二個。係你包括以前中國男隊亦都出現咗咁多啲，譬如夏宣澤啊嗰類嗰啲嘅世界冠軍出嚟，但係始終佢哋嘅即係嘅咁 top 嘅一個水平係維持唔到咁耐所以點解佢哋超級單咯？離不開個人的努力咧，呢、這個肯定就應該講天分，再加上佢嘅即自己真的很努力咯。嗯。好舒服啊！你看到佢成個嘅動作係好舒展同埋好流暢。你見到林丹條氣係好順，林然開始喘啦。因為其實一直林丹都喺場上係佔一個比較主導嘅一個位置，佢不停咁喺度就係控制即係對手嘅，包括喺速度上啊、出手上。所以其實林然係跟住林丹嘅即係整個節奏喺度不停咁喺度跑。呢個就係一般即係高水平同即係。比較即相對嚟講低啲水平嘅運動員打一個比較普遍嘅現象咯，即永遠低水平嗰個都會覺得好辛苦。出界。好。哎呀，自己有少閃低啊！
咁嘅壓力嘅情況之下嘅回球落網。再嚟一個釘板，直接將球波咧釘到地下咁上下嘅，11-9。咁啊，林丹咧喺第二局當中咧又係領先咁進入到去局間嘅休息時間。咁佢都基本上話可以喺呢一局嘅比賽過程當中保持到佢自己成個嘅速度啦，後。摘先，連攞兩分。稍稍的回球質量不是那麼到位，太夠厚，所以林丹直接是一個扣殺。我還記得那時候是2040那段時間，很多人都在學習林丹的標誌性的扣殺的動作，雙腳起跳的動作，但現在你在球場上基本上看不到林丹有這種動作出現。失手了，被他拍過去。自己的靈機一動又好，或是娛樂觀眾亦都好呢。的確是這下子落出去起不回，起到不到，我搏猛啊，劈個拍過去，哦，又是這種的停頓。我還記得在之前的一次世錦賽當中，他和李宗偉的一次臨尾大戰，就是林丹的一次扣殺，李宗偉就是這樣舉著拍在他頭頂的網前，誰知擋到回過去，你是博格門的一個機會，但是 很少見啊，這些機會就17-10。出底線，
出界自己。真係表演時間啊！個人先跨過去，然之後下手將球波咧攔翻佢，睇翻啦。啲係娛樂觀眾㗎嚇，呢個係。其實從另一個側面都看到他的球感是挺好。好了，這一球也幫助林丹在2-0的情況之下贏低對手，也幫助北京隊在大比分上3-0戰勝這個湖南。在